一路用爱呵护，父母恩比海深。一束花，无限感恩心。五二零代表我爱你。这一天，中区情形股队展现集训苦练的成果，将爱传出去。孩子的改变，妈妈感受得到。以前他是一个算蛮比较胆小的孩子，比较不会去表达自己的心得想法，变得比较稳重，然后跟同伴们的相处也比较和谐。真的蛮感动，每次上台都觉得，就觉得，女儿怎么这么棒？北中南股队时常相互交流。中区古儿透过读书会文法入心，演绎过程展现道气，此技能够年轻化。其实这些情形股的年轻人，他们功不可没，只要给他方向是正确的，他们可以自己发挥，他们可以自己有很多创意的空间，这个都超乎我们当初的期待。菩萨人间化，需要更多年轻世代加入，一起行善行孝。大爱新闻郭宁、郭继宗台中报道。